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因为带领的全部都是粉红色的。没错，他们今天呢，就是我们 Sunstar 还有野球 TV 的啦啦队了。让我们先来欣赏他们精彩的开场舞。怎么能够不爱棒球呢？你确定你爱的是棒球吗？我刚刚看到你在擦鼻。